车的拜托一下，先拍一下，车的先拍一下。您好，现在请
各位旅客您好，欢迎搭乘的阿里山森林小车。那本列车是由阿里山车站开往东边神木车站，那么全程时间大约七分钟。那为了了解本列车站行驶当中，请不要将你的双手伸出车外，那也不要随意开启车门或者是穿越车厢。台湾购物车的爸妈，请您靠入台阶，不要坐在上面。Okay.